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板桥的馋嘴猫重庆酸辣粉。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啊，他今天有螺蛳粉，所以今天又大排队啊，那赶快来排队。那排队超夸张的，一定要早点来，不然我上次差点就迟到了。好，老板娘蛮贴心的，这边也有准备这个座位区可以坐。好，老板娘真的很忙。好，现在就坐好了，花了蛮长一段时间。好，那 FB 上有讲说这是老板娘自己炸的豆皮 啊。我的豆皮一次最多炸两天的份。哦、oh, ，OK。最多就两天的份。我想问说，那螺蛳粉大概有几天的量？大概？几天的量？目前三个月之内都有的吃了。三个月之内 ，OK。但是它比较细一点。现在我要求不能太高，没办法。能有的吃我已经偷笑了，知道吗？你们有的吃也偷笑了。OK OK 好。如果是要比较粗的螺蛳粉，我们要七月以后才会有。七月以后，好 ，OK。那我是，我是用白蛋，然后是那个呢，到时候我要去吃过的点菜，吃过的菜，吃过的收钱的哈。OK， 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晚上。好，可以客制化，所以就看你的需求。对 ，OK， 就是280-120哎，老板娘你好。OK， 好，那螺蛳粉内用，那我要中辣。好，内用一个哈，螺蛳粉一个中辣哈，内用的辣椒都在里面自己加，那辣椒是我自己炸的，所以很辣哈。好。OK， 好，您的请稍等。好，下一位。我要三个螺蛳粉。好，外带是吗？对。好。一个大，一个中辣，一个小。好，那钱要先准备好。好，您内用二号，一个螺蛳粉，两个酸辣粉，然后一个酸辣粉，不要酸菜跟酸豆。好，酸辣粉的辣度呢？小辣。两个都是小辣哈。您的是二号螺蛳粉一个，酸辣粉两个，都是小辣的。OK。OK。好，老板娘超忙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。外带一号的就是220。虽然老板娘蛮忙的，但是东西很好吃啊。昨天有人问，记得帮我介绍一个越南姑娘。哦，好好。我已经到处在广泛英雄圈都找不到人了。OK， 好，那。我的东西要5:40，不然是不够人了。好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跟老板娘应征了哈。我要找越南女孩子，因为我要学习。OK， 好，就是这个刻苦耐劳。好，上次这个没有仔细拍了哦。那老板娘讲说，这个汤是鸡骨汤，仿山鸡骨汤。啊，价钱在这边。然后偶尔会不定公休，所以要看 FB 粉丝团。哦，所以这个汤就是鸡高汤啊，所以上次喝起来感觉就是很好喝。鸡汤啊，哎是。老板娘辛苦了，哎。
期待这个螺蛳粉。但是这次螺蛳粉比较细一点。哦，这样。我觉得它口感跟之前的会稍微有一点点差别。我喜欢那个比较粗的粉，可是现在没有，就是没有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就是没有，有的时间偷笑了哈。哦 ，OK OK 哈。就可以闻到这个阵阵的香味啊！但是我跟你说，螺蛳粉不会到太臭，因为像我们的酸笋都是空运来的，哦、是它的成本是我肉的成本的三倍价，它运费非常贵。可是我们没办法运到白酸笋嘛，白酸笋一来就一个货柜，我要用三年了。好、哦，了解。所以只能用这种红油酸笋。OK。有很多店家，他们都是用本地的，在台湾那个市场上买的那种酸笋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嗯嗯，了解。所以我这边酸笋不卖的哈，要付我钱都不卖的，我那是定量的。好，老板娘辛苦了，难怪这个味道很道地啊。做给我家人或者邻居吃的那种心情在做的。但是说真的，这一次的粉条，我个人没有到非常的满意。我是讲句实话哈，大家如果要吃，就得要接受这一点，因为连我自己都，因为我之前用习惯那个粗粉条，它这个比较有点。经典美味，欲罢不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在这边啊，红色的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声音很好，那个来吃真的需要时间等啊。好，那客人也真的非常的多哦。好，那现在就品尝看看。嗯，哦，汤头很鲜甜。好，但是还是一样，它是比较保守，所以中辣大概这样吧，啊，然后醋我上次大概加了四圈。自己的手感很重要啊，加对是天堂，加错是地狱。好，先就吃吃看啊，应该是我的理想。哦，啊赞！大概中辣接近大辣左右，然后酸度也很赞。哦，这个豆皮很香。嗯，赞。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好。
啊，这个老板娘很自豪的酸笋啊，中国供应来台。嗯，好吃哦。好，再这个猪肉片。这个汤头真的是很赞，我再把镜头拉近一点，真的很棒啊。酸酸辣辣，真的很开胃，好吃。那汤头真的很赞。真的很过瘾，啊，那个酸笋真的很棒，酸香酸香的，然后木耳就是很有口感。这个豆皮也炸得非常的香，超赞！啊，个人觉得非常值得来排队朝圣一下啊。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中国原味的螺蛳粉。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，如果是原版的粗粗的那种，可能口感会更棒。好，每一口都是满足，赞。酸香辣，酸香辣，然后鲜美。嗯，哦，真的赞。哦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很好吃。嗯，哦，那我觉得是满分。里面还有酸菜啊，豆角啊，真的很赞哦。好，那这个他们说来真的就是要等哦。好，来就要等。因为等候就给我一颗星，我最后最近被人家搞了好几个一颗星都是等太久。哈哈。可是我真的动作已经算很快的，我没办法啊。哎，好。其实我刚这样吃，从等到吃到大概差不多40分钟啊，因为老板娘才一个人，所以要体谅。我比人家两三个人的吃饭速度还要快。好赞哦！然后还有这个花生啊，花生也很香。好，因为老板娘才一个人嘛，这可以体谅了，因为太忙了。对啊，我当时要5:30以后才来。好赞，所以5:30以后会稍微快一点。好，生意非常好，店家，但是有来就有心理准备要排队哦，排比较久，但是很好吃。好，真的很棒。好，那样样都很美味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我还有一点点饿，那我就吃这个秦记排骨四维店。好，一样又是一间要排队的店。好，那这边是怎么点便当？
内用的一个。内用一个。对。那个我要芋头。好。芋头。两个。然后空心菜。马铃薯。那个空心菜。然后高丽菜啊。啊要。我是排骨。这边讲。啊 ，OK。对，二腿。菜单在这里。香菜。先吃什么？哎，排骨。好。那边要五椒吗？啊，要。好，谢谢。OK。OK。好，当当当，本日第二回合。其实清记排骨最有名就是炸排骨。香喷喷又好吃，然后又 juicy。两个。我这刚炸好，真的超烫。连饭都在冒着烟，赞！好，但是就是一般人寻常人用餐地方，然后里面有点热。配菜都很用心。马铃薯空心菜都好吃。两个。正常这样一个便当就可以饱餐一顿。然后芋头也很香。因为用餐期间东西都是刚炒出来的，所以很棒哦。那我觉得是蛮对的。好吃。哦，菜脯也很实在。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哦，赞！好，那两家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店家，那就看各位朋友自己明智的选择要不要去用餐哦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